第三个问题，起安离斗，可否安放在家中？哎，你自己能够承办起安离斗，你自己可以做。我以前我自己就可以做，我可以安一个斗，也可以按众生的斗，安了几百个斗、几千个斗，都可以做。啊，做刀颠啊，刀颠，几千个斗我都可以做，几千个人报名，我就要做几千个斗，对不对？几百个人报名，我就安那几百个斗啊。我中间还要安那个主斗。主要的斗，安你能够安自己能够起安离斗，你自己有法，当然你自己可以安你家人的斗在你家的坛城，或者你自己会道家的这些仪轨离斗的仪轨，你安你自己的斗也可以安在你家里面，都可以的。安起来蛮好看的，晚上哦，多了几个很多灯哦，光芒四射，很好看的，对呀、啊。